吃饭了，红烧肉。先甜口。烟叶家的红烧王卤肉料，19块就发8包，平时给6包。最后一次活动啊，喜欢去拍，什么肉都可以炖，过年。
看到今天吃的是捞汁的海鲜，三文鱼自由了。嗯，这个是鱼腩的部位。完杯。五花的哦，不过也用水泡了好长时间，然后用高压锅压了，它也不是很咸。好漂亮。
皮叶饼。芋泥肉松，白的是芝士，刚做好的，太好吃了。就是绿豆芝士，我还放了奥利奥在里面。我一共做了四个，还有一个巧克力奥利奥的。
火龙虾，这个是带籽的。好吃，点点韭菜花就行，韭菜花是比较咸的那种。这块是一块腱子肉，很香。我觉得高压锅压一下，可能就会更烂一点。还是很香的。
瘦溜好多。嗯，好香啊。